刷卡刷卡。哇，这么黑！啊，这么黑，太黑了一点吧？哇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哇，冷冷，好冷啊，里面。走，你们两个男生在前面，没事，来。来，我来。哎呀，你吓人！徐志胜，你干什么？哎，这是个蜡烛，这是个蜡烛。那个啥，你们都进来。这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放心。过来，过来，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朋友们。你们，兄弟，都来中间，都来我这儿去，先都来我这儿。刚刚忘记告诉你们了，想要召唤神师询问，诸位需要在幽冥殿内找到其他七位仙友魂魄的灵灯。灵灯位于殿内高处，用手托起灯台即可将其点亮。七盏灯全部被点亮后，集齐你们众人之力，才能召唤出上神的灵石，问出你们心中的疑惑。OK， 在此期间，你们必须背对灵石，克服恐惧。一旦双手离开灯台，灵灯即会熄灭，询问将被终止。好，咱看看，现在应该有七个蜡烛。Okay， 刚刚我看到了两盏灯。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来，来了喜欢。有这么害怕吗？别急，别急，我在这儿啊，我在这儿。不是，我们现在要干什么？要找灯，找蜡烛，找蜡烛。手托着蜡烛。这有一个，你过来，你别动，你别动。OK。啊，手碰到蜡烛就会亮，朋友们。那是不是四角？四角这儿。手托，宝贝，手托。好，你的呢？哎，那边还有一个，你快去，对面还有一个。哎，好了。娜扎是吗？嗯。那你托这个。可以吗？那个是谁托的？我托的。那另一个在哪儿？你看看。那边是不是有一个哥哥？咋了？你干什么？不是，我怎么感觉你这没东西？你看看那是不是有一个哥哥？啊，这有一个。OK。你拖这个。哎呀，我真的不行，你们别这样吓我了，我要出去了。娜姐，来我这。对。你把这个给我，我去那边。你就在这，你就冲着这个地方，然后闭着眼睛，什么都别看就好。他们不会碰你的，你不睁眼，你就不会害怕，知道吧？好了吗？都拿好了吗？来来来。好了，咋了？咱不七个人吗？还缺谁？好运来，祝你好运来，好运来，来来喜欢。好运来，好运来。怎么感觉有人在唱鬼歌？你别怕，别动。嗯，我不动。哦，我知道在哪儿了，来，在这不是吗？来，过来，没事。啊，这会不会有点？没事，这不会。啊，来，不是，咱七个人七盏灯，等会儿。好，你就拖着这个灯。这不会出来人？不会，什么都别看，没事啊。不敢。OK， 好了，都别动，都拖好灯，拖好灯啊。都拖好灯，朋友们，害怕了就我在中间。啊！来，拖好了吗？来。好运带来了喜欢，好运带来一个肩膀，变得变小变漂亮，还要变个东西来花巧克力的玩具。来了，没事姐，没事。娜扎先问第一个，我想问一下，我们为什么历劫失败，怎么样才能历劫成功？成功？你们连历劫的地方都去错了，怎么可能会成功？仙家皆有三魂三魄，你们其中几位不是缺魂，便是缺魄，连本体真身似乎都不知道。第二个问题，1000年前的大战在何处？战神真的死了吗？当年大战，吾等引太岁进入化魂虚，而非云梦阁。现如今，那里乃世间岁气最重之处，战神怎么会死？他可是拯救苍生的神。吾记得，他还有四个徒弟。难道他
他们竟再也等不到师父回去了。我还有个问题，一千年大战的时候，太岁真的死了吗？邪灵太岁大战后其魂魄不知所踪，传闻太岁之魂魄可附万灵之身，使其产生修仙慧根。莫非？罢了。他在下边，他在下边。诸位，因为你们中间有人没能守护好灵丹，灵石询问被终止了，已无法继续。现在各位可以取下有其他七位同伴魂魄的灵丹，才能拯救众人。来来来，打开结界，重回三界之中。拔下来。取灯后，其他凶狠魂魄会被激怒，熄灭灵灯。如果灯灭，其余七位仙友将有魂飞魄散之险。诸位需要重新回到灯台，点亮灵灯。就现在拿好手灯就行。殿内将随时出现绿色灵光，躲入绿色灵光，便可得以庇护。此事攸关诸位性命，亦是一场为了同伴和苍生的勇气考验，因此请务必撑过一炷香的时间。祝君好运。咱现在围成一个圈，涛哥，最害怕的娜姐和珍妮，你们在圈中间。我还好，我还好。嗯。我还好。你们过来，在圈中间是安全的，你俩在那反倒不安全。娜姐，你在圈中间，妹妹你害怕吗？看绿光，找绿光，找绿光，找绿光，看看有没。绿光，绿光，绿光，现在。你的光灭了，快让它灭。